沼泽地在中国是最爽的，因为独裁嘛。他在俄罗斯是做不到，他在中东都做不到。你看呢，他们沼泽地控制的就是什么沙特，原来的阿联酋，现在不是阿联酋也不拎得到阿联酋是吧？过去的叙利亚，现在叙利亚不服，还有过去的伊朗，现在伊朗不听了，你就算嘛。他只有去，就是沼泽地的人就喜欢中国，就喜欢到不行了。就是中国去双休也没事，换肾也没事，杀人都没事，虐待小孩也没事。只要一个县长说了，这个县就是他是老大。就王岐山的秘书对沼泽地的作用和价值都比卡扎菲牛。为啥基辛格去中国几百次？你觉得基辛格去中国几百次去干啥去了，兄弟？你告诉我，到那会儿坐那儿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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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习主席好，你就干这去了，吃饱撑的。虽然坐着我的私人飞机飞13个小时，老头下飞机直接去盘古，是吧？那这个谁，周小川来了。那个王岐山来了，周小川先来，王岐山后来，然后是那个谁，那个副总理的女的刘延东，哎呀来，然后习的姐姐来，然后江志成来，高燕燕来，你说都干啥？都说几分钟，这几分钟电话不能说吗？不能说，是吧？不就是，是吧？然后旁边一看，高盛、黑石、BlackRock、Vanguard、苹果，咔咔咔，微软，是吧？然后美国什么开普敦棍凤凰开发是吧，啊 ,Phoenix Developer, 这都这嘛，不到2小时老头是解决完了。就这2小时的见面，这是真正的目的。然后第二天到中南海，如果是需要白白普通话，中美人民永远友好，感恩飞虎队，习近平同志接见，谁谁接见，哎看夸飞走了。你看到的是基辛格的后面的老板比他大的，我见的哪个人都比基辛格有本事，他们这很不尿基辛格的是吧，虽然是我们这些人在中国得到最多。